你谈的梦中的婚礼是不是这样的？老师谈的梦中婚礼是这样的。今天用一分钟的时间告诉你如何把梦中的婚礼弹得非常好听。首先，第一步，右手的旋律不要断开，每个音连起来。第二步，右手的旋律要有强有弱，可以先强或者后弱。是不是很有层次感？第三步，左手不要用力的砸，左手要轻轻的贴在琴键走，连起来就是。别忘了，再吸上口仙气儿，你学会了吗？